欢迎收听时代足球中每日七人草地足球联赛啊，第六周嘅赛事，龙之家对马牛，浅绿色波衫就龙之家，黑色波衫就马牛足球队。第一下攻势啊，嚟自李晓峰啊，深刻攞嚟 set 翻喺后面，张可宇第一时间嚟个施射，多出咗两个波位啫，揿低少少可能会好啲。跟住好簡單嘅攻勢，深刻一照俾返去左手邊 set 得靚嘅靚啊，李曉峰左腳將個波成功送入網窩，領先1-0先拔頭頭啊。好簡單嘅攻勢啊，後半場斬過去心口 set 得非常靚啊，李曉峰完全唔需要修正，左腳腳落即射返去遠處，腳影都冇得捉，真係要多謝隊友 set 得咁靚嘅。三腳波就已經造就咗第一個入球。跟住馬牛足球隊呢下攻勢嚟叫張浩洋啊，斬個過球幫佢俾前線嘅李洋軒啊，頭髮長長但係 hit 唔到個波啊，跟住李洋軒做一個輔助嘅角色放返去後面，跟住喺前一點嘅張浩洋 set 返佢同一個位置啊，今次頂中嘅隊友黃俊軒嘅頭場係咁頂㗎啦，頂就頂得靚啊，不過有備而嚟啊，龍之家龍門將個波成功化解，一下反擊龍之家過埋龍門，但係困下困下個波，對方防守球員都返成遮線，諗住 set 返去出面啦，睇下冇隊友支援，仲未有隊友嚟喎，跟住嚟個攻守轉換，龍門及時出嚟仍舊將個波撳返低落去，回收咗力波不失。馬牛足球隊中場嘅攻勢俾返去中路試下施射啊，梁詠然啊，射中自己前點前鋒啊，李仁軒啊，將個波稍稍改變咗方向，但係唔中龍門。跟住又嚟個冷戰啊，張浩洋呢個右腳球員啊，腳球非常十足啊，值得留意啊。暫時馬牛足球隊攻勢咧係比較多啊，仲未可以攤平。睇翻呢下界球掟翻出嚟。呢球要留意啦，出現爭議性入球啊！李洋軒第一時間腳落即係掃把腳啦，揞埋去。龍之家龍門啊過咗去噶啦，已經撲唔到啊！後衛第一時間將個波清翻出嚟，但係球證個波直至呢個波已經過咗八界線啦。追成平手1-1，重新開始啊！龍之家呢下攻勢，哇！黄景康呢下咁样 set 后咧，真系非常危险啊！如果咁样失波，真系多得佢唔少啊！迟迟都未解围之下咧，第一时间啦，有马牛足球队嘅球员左脚嚟个施射，但好彩射唔中贴，射唔中死角位置啊！跟住 keeper 一抱入怀，谂住嚟个前线嘅第一时间进攻啊反击，点知原来出咗禁区里边啦，做咗一下手球，有一下罚球，即刻令到个比数拉开咗啦。呢个罚球啊，直头系为张浩洋而设啊，成个位置禁区顶，第一时间硬均埋去啊，哇，非常有力度。头先都讲过，张浩洋嘅右脚真系唔惹得少啊，劲射埋去，有角度有力度，真系好难救。龙之家暂时落一头啦，又系张浩洋啦，你见到佢揿个波啊，揿得非常低，呢球系唔中龙门嘅啫，但系揿都揿得系几靓。要留意一下呢个球员啦，喺右路嘅攻势真系要封咗右脚，唔好俾佢远射，如果唔系威胁都相当大。去晒啦！跟住龙之家同马牛拉脚，暂时龙之家三战都系全胜。未上一敗，戰績非常彪炳，今季他是持開波的一隊球隊，但是反而成績比上一季更出色。上半場完場，龍之家暫時落後1-2。下半場先開波的就是黑色波衫的馬牛足球隊，看看龍之家有沒有辦法在下半場收復失地或者前取三分，過往他們都有不少這個反級的歷史。今屆龍之家呢成績冇上一屆咁精彩啊，咁但係相反佢嘅對手馬牛足球隊今屆三戰全勝，
个头开得好靓，靓过之前两届啊。咁上三路嘅波咧，好难过到龙之家之爬啦，咁高大。但下三路啊，真系要小心啲啦。通常高大嘅龙门下三路都系窄窄地嘅。嚟自阿国球，龙之家 hit 翻出嚟，解围不远啦。第一时间俾马牛足球队后备上阵嘅陈云润右脚离个施射，好精彩嘅世界波啊！睇翻慢镜，呢下国球斩出嚟啊，龙之家后面。黄生学院 hit 翻出嚟，啱啱 set 中落点嘅直球系喺陈文润右脚嗰度，佢就即刻头不着地，谂都唔谂啊，射埋去。喺咁快嘅球速之下咧，真系有反应啊 ，keeper， 但系都冇办法将个波挡翻出嚟。3-1，因手都系马林足球队嘅攻势啊。中路分返去右路，何俊賢剁個角頭波去遠處位置點樣呢？係 set 返過去前點喎、哦、原來呢下二傳嘅頭槌係二傳嚟㗎，傳得好靚啦，傳咗俾禁區裏面右腳嘅球員張浩洋。睇返慢鏡啦，右路三腳波㗎咋，將個波 set 返去遠處，頭槌二傳真係點得非常好，啱啱好過曬後衛 keeper。 張浩洋話禁益我輕輕鬆鬆啊，咁啊，鄧子峰將個波揞翻喺前面，4-1，冇耐啊，好短時間已經去到5-1啦，就係啱啱頭先射世界波嘅陳文潤啦，佢係完全演繹咗左右腳都可以入波嘅功能，呢下左腳施射亦都係食正，高大龍門大弱點下三路。其实龙之家防守球员都要留意一下，呢下真系有心咧去逼抢嘅话咧，冇咁容易俾对方起到脚啊！不过唔紧要，呢度已经成功将个波追翻一球啦，龙之家。陈俊杰呢下假动作过得非常靓啦，直接硬骨埋去嘅时候，身体方向出错嘅黄俊轩造成咗一下昂高嘅入波，帮龙之家追翻较接近比数啊！入完一球，第二球又嚟啦！第一時間打个反击，哇！李晓峰呢下一控一射，尽显佢嘅身价。成个动作好流畅啊！见到呢下中间逼抢，龙之家抢到，第一時間打个反击，快速反击剁过去前点，李晓峰右脚控翻去右路，再用佢嘅右脚位，右脚射翻个龙。整个动作非常之流畅，佢亦都好清楚自己要做啲乜嘢。较接近嘅比数，有冇机会可以再下一城呢？但係未下一城之前，龙之家再度落后。再度落后多一球啊。马牛足球队呢下右手边何俊彦一下突破。喺左路嘅时间啦，龙之家防守球员都未返得切嚟。第一時間嚟個撞石九號仔，將個波再次拉開比數6-3。跟住馬牛足球都嚟一個遠射，腳頭啊十足啊，亦都有少少角度，所以 keeper 都捉唔到腳影啊。將個波打翻出嚟嘅時候，右手邊嚟個施射嘅時候，左手邊嘅龍之家球員黃景康已經喺左路走緊過去啊！足球意識非常之精彩，好好嘅足球意識令到佢可以喺呢個門前執雞，將個波拉近翻少少嘅比數。跟手黃景康上咗身啊，但係呢球啊射得中內柱彈出，估唔到竟然會彈翻出嚟啊！如果唔係正路啊，中內柱啊都係入翻龍門。不過你攻唔入，就到我下一城啊！馬牛足球隊呢下罰球。啱啱在人墙下三路那里，龙门的弱点亦都是人墙的缺点啊。拉开比数之下，今场波马牛足球队4戰全胜，全取3分，继续保持了不败之旅啊。